唔会抽你，仲好可爱嘛，多谢。有新嘅一 part 嘅点唱啊 ，thank you。我等我踢一踢先吓。好，等我睇先。我想想这首歌应该摆几时唱呢，应该摆在好了，现在唱了就大家抽离一下了，因为刚才很哀怨的，那么个 melody 是比较哀怨一点的，我们现在来碰叉叉一下了。嚟啦，我哋嚟碰叉叉一下啦。咁你哋起唔起身跳舞？放低，纵使没法把什么放低，再伴我一晚，让记忆添一分美丽。最后这一晚就快消逝。是个谜，不必牵强说盟誓，难料那夜在一起。Let me touch you one more night， 以后未来像个谜，知知爱你爱难逝，无论有没有将来。Let me hold you。烧得彻底，纵使没法可相恋到底，你是我所爱，就算交低一堆叹谓，你是我一切，就快消逝。不必牵强说盟誓，难料那夜在一起。Let me touch you one more night， 以后未来像个谜，知知爱你爱难逝，无论有没有将来。Let me hold you。以后未
个谜，不必勉强说问世，难料那夜在一起。Let me touch you one more night， 以后未来唱个谜，知知爱你爱你爱难逝，无论有没有将来。Let me hold you one more night. Bye bye, thank you. Love you. 最后。一夜 ，thank you。有啊，刘美君嘅呢一首歌吓，咁啊，刘美君呢一首歌咧，亦都系我哋恋之预感嘅一首点唱歌，上一次嘅一首点唱歌。睇先吓，以后未来唱歌咪，yeah，disco 嘅劲歌啊，冇错啊，好好听，多谢多谢阿伟。呢啲歌咧又要去到小路宝卡式机斗星宝牌777卡式机，有咩分别啊？呢两个小路宝卡式机同埋星宝牌777卡式机，咩系777卡式机？系咪啲唔好知系咩嚟嘅？不过呢啲系咪啊？啲好嗰啲啊啲音响先至知啊？呢啲我唔系好知道。唱得好好，多谢啦啦 ，thank you， 冇错，一齐饮杯，饮杯啊！大家一齐唱 ，thank you， 小米嘅台风了得啊，够晒劲啊，多谢 Patrick 哥 ，thank you， 要饮翻杯酒系嘛？当年啊，我1987年啊，君君咧系我嘅女神啊，冇得顶啊，唔系冇得讲啊嘛，多谢多谢多谢啊，恋之预感嘅 super chat，thank you， 多谢你。刘美君冇错，中啊，容生话中啊 ，yeah， 歌曲由古至今啊，冇错啊，因为我成日觉得一样嘢啦，唔同嘅曲风咧都有唔同曲风嘅好听嘅，咁再加上咧歌咧其实就冇分新定旧嘅，佢只不过出世得耐。耐定系新嘅啫，但系咧我觉得有时歌咧如果系好歌嘅话咧，其实就旧歌都可以好好听嘅，都好襟听嘅咁样。好佩服你咧，好勤力咁样去学嘅精神啊！必须啊嘛，必须要学啊，必须啊！因为我觉得学得多啲歌咧，其实都系对我嚟讲都系一个好处嚟嘅咁样。咁再加上咧大家又可以听到唔同种类嘅歌啦，咁唔使话哦，好似听死一类咁样样啦。咁所以你喺我呢度咧，有好多朋友即系喺度听嘅时候咧，就会觉得有好多又跳舞啦一啲或者可能小調啦，中文啦、英文啦、國語啦，乜都有啲咁樣，咁就好似一個雜感碟咁樣咯，聽落去。輕快個 ，yeah，thank you。燒烤大部音響，燒烤大部音響，燒烤大部音響，是什麼意思？好久沒聽這首歌，多謝戀之預感的點唱啦，第一次小米唱這種類型的歌，好 fresh 啊，正啊嘛。其實我很久之前其實都唱過一次的，不過呢那時候那個版本就好像沒那麼靚聲的，那今次這個就會比較好一點，今次這個比較好一點。好，那呢我們呢就落下一首啦，真的很多，準備了很多啊，其實真的。我看有哪首未唱先，因为穿插住的。咦，都唱了很多了，原来。哦，都真的唱了很多了，原来。好，等我看看这里先。好啊。我们唱这首啊。
咁耐嘅。身边流岁月未疲倦，伴你漫行一段接一段，越过高峰，另一方却又见目标退远，让理想永远在前面。路纵崎岖，亦不怕受磨练，愿一生中苦痛快乐也体验，愉快被爱在身边转又转，风中想算雾里想花，快乐回旋，不用计较，快欣赏身边美丽每一天，还愿确信美景良辰在脚边，愿将欢笑声盖掩苦痛那一年，悲也好，喜也好，每天找到新发现，让疾风吹呀吹，尽管给我两考验，小雨点放心洒，早已决心向着前。也体验愉快被爱在身边转又转，风中想说雾里想花，快乐回旋，无用计较，快欣赏身边美丽每一天，还愿确信美景良辰在脚边，愿将欢笑声盖掩苦恼那一边，你也好，你也好，每天找到新发现，让疾风吹呀吹，尽管给我两考验，小雨点放心洒，早已决心向着前。人生路啊，有我哋 Wave One Chan 嘅即时点唱歌啊！我喺度揾紧咧《岁月的童话》咧，嗰个 key 究竟喺边度啊？冇写到啲。Yeah, thank you。百听不厌嘅歌，加上小米嘅歌声更加动人啊！多谢 ，Hello Sandy， 你好啊！啊！小妹妹妹今天唱得好，穿得好有校园风是吧？是，个个都是这样说。熊大冲完凉之后呢，就他去了一个很干净的地方。我将他收埋了。因为呢，我不想放那么多公仔在这里。所以呢，我将他呢就已经夹扁了。夹扁了他。啊，自唱齐心抗疫狮子山下，好啊，但我要找歌词先。這個上次比卡超都有提过这首歌，戴住耳经听真的好听，多谢初哥 thank you， 多谢。
啊，我哋不断帮小米米踢 call 啊嘛，耶、yeah, ！多谢你哋。佢跌咗啊，得翻22000000咩嚟噶？咩系22000000？岁月无声，咩 key 我就知。红豆去咗冬眠啊，系啊，冇错啊。好，我估计佢应该喺呢度嘅。我估计，你俾啲时间我吓，因为咧，其实我觉得咧呢个漫步人生路咧，我系点错咗 app 啊，因为咧，我觉得有啲蒙查查啲背景音乐。点解会咁样嘅？好，唔紧要吓，我哋 search 下先，等我谂一谂究竟喺边度嘅。哎呀，唔系呢个啊！加油加油，下载中。哦，恒生指数，点解无厘啦间讲恒生指数嘅咧？好，哎呀，从前曾踏着步在照相，公园里共你比赛攀树上，还有什么歌都乱唱。插在裤袋，手指吹响，看夕照是如此漂亮，一切就这样分享。回头是那日那夜那背景，仿佛已没有什么可记忆。时间制造缺陷不停，这夜如何闭上眼睛，再共我回忆中约定，心里就有反应。即使走过几趟远路，如何都挣不开岁月摆布，这刻收一收脚步，为对方拍拍满身的尘土。好想知你可会快乐，还是总躲不开生活煎熬，只想你仍安好。仍然能踏着步在照相，讲起了自幼恋爱的对象，还有熟悉的那些歌唱。若你愿陪我偶然停下，那夕照仍然很漂亮。跟你看着同一方个咧，应该唔系之前我揾嗰个版本嚟嘅，不过已经播咗咧就算啦，因为有啲冇写到，冇办法，冇写到嗰个叫咩？冇写到嗰个究竟喺边度？我揾唔翻嗰个，又冇 key 啊，所以咧就，唉，算啦，希望大家收货。好，今日嚟紧呢一首歌咧，咁啊，亦都系啲蹦叉叉嘅歌送俾大家吓。呢一首咧，咁啊，点唱嘅朋友咧就未见佢喺度嘅，但系咧，我觉得大家都会欢喜呢一首歌嘅。星期六啊嘛，系咪？星期六梗系多啲比较蹦叉叉嘅歌啦。诶，多谢 Tony， 多谢你嘅《岁月的童话》嘅 Super Chat，Thank you。
點解你唱得咁有感情啊？嘛，多謝。我覺得唱每一首歌都必須一定要投入感情嘅。好啦，咁啊，正啊，多謝阿在。好啦，咁啊，嚟緊咧，呢首歌咧送俾大家。转头先到你吓，呢首先唱完呢首到你嗰首，好嚟啦。失去恋爱的装作很潇洒，得到恋爱的痛得没说话，心似真似假，爱得乱如麻，我最爱你，你相信吗？真的吗？假的话哪句可怕？真的戏假的你都可爱吗？真的梦假的泪哪个调查？我说信你，你信是吗？恋爱总有幻觉，恋爱总有假话，真真假假不要追查。真过一次好吗？以后骗着算啦，错错对对不必理他。真也许会害怕，假也许更好吧。真与假又何用？应该睇化真真假假。信他，失去恋爱的装作很潇洒，得到恋爱的痛得没说话，心似真似假，爱得乱如麻，我最爱你，你相信吗？真的吗？假的话哪句可怕？真的戏假的你都可爱吗？真的梦假的泪哪个调查？我说信你，你信是吗？恋爱总有幻觉，恋爱总有假话，真真假假不要追查。真过一次好吗？以后骗着算啦，错错对对不必理他。真也许会害怕，假也许更好吧。真与假又何用？应该睇化真真假假，只要相信他。总有幻觉，恋爱总有假话，真真假假不要追查。真过一次好吗？以后骗着算啦，错错对对不必理他。真也许会害怕，假也许更好吧。真与假又何用？应该睇化真真假假，只要相信他。真真假假，只要相信他。
真真假假 ，yeah， 有我哋咧啊 team 嘅一首点唱歌啊，咁咧呢一首咧啊真真假假系嚟自我哋张伟健嘅一首啊点诶、一首歌啊。Hello， 中秋听你好，多谢你嘅 super chat， 多谢你喺 PayPal 嗰边 super chat， 多谢 ，thank you。首歌咧听音乐嘅开头咧真系好似传说啊，听真啲就系真真假假，系啊，冇错啊。九十年代咧听歌嘅文化由高级嘅 hi-fi 咧变做微型嘅啊组合，即系嗰啲好巨型嗰啲，跟住然之后变做 CD 机啊嗰啲啊嘛，齐天大圣。真真假假咧，同真真假假又唔同噶喎、哦。嗱，嗱破抄呢个咧系我哋要读音，要读正字啊吓。你嗰个系真真假假，唔系真真假假，系唔同噶。我哋要读翻正音下，正啊！小妹已经上晒手啊，多谢多谢 Tony， 都系寻日学噶咋呢首歌，即系听咧就听得多啦。但是唱呢就真的是第一次的这首歌，那也是新唱的一首歌啦，希望大家欢喜啦。国语是小旋风、啊、不是、啊、国语那首歌 的歌名超长的，叫什么呢？叫什么呢？等我看看先。 他的歌名是、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这个是国语版的歌名，超长，超长，真系好夸张呢个，即系学阿钟瑞话斋，啊我唔知呢个佢系咪台湾写噶啦吓，咁但系即系话台话啲歌名好中意好长嘅，咁啊呢个亦都系其中一首好长歌名嘅歌吓。阿 Patrick 哥就话咧好欣赏小米嘅挥洒自如，加上美妙嘅歌声啊，真系一流嘅享受啊，多谢多谢。多谢 Patrick 哥，真真假假，冇错呢个咧，系张伟健。其实咧，我睇翻咧啲 MV 咧，见到张伟健有头发，又好似唔系好惯，讲完系真系好年轻，但我都系中意佢大帅哥嗰个样子，比较都好睇嘅，但系我啊中意佢光头多啲。你哋咧，你哋中意乜嘢啊？哇，正啊嘛！不是每个系啊，冇错，呢、这个系超长嘅名啊，就系、是、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冇错啦，就系、是、呢个歌名啦。有缩短版嘅点唱歌啊，系啊，等我睇下先。OK， 好，唔该，等我 test 一 test 先吓。咦 ，test 咗咯喎，仲有啊 ？Where is Miss 曾曾？应该喺佢屋企啊，我估。唔係近排咧，其實本身咧，我係應該要安排咧，因為大家都知道雪兒翻咗嚟啦。咁我其實本身咧安排咧喺新年嘅時候咧，就揾阿曾曾同雪兒咧就上嚟呢一度去做直播嘅。本身咁，但係咧，因為當其時咧，其實疫情已經開始嚴重啦，咁所以咧，大家見到一段長嘅時間咧，我都冇再去邀請嘉賓上嚟我屋企去唱歌，因為我就唔想話即係一來我唔知道我自己有冇事，二來我唔知佢有冇事，三來咁我唔想即係傳開去咁樣，咁所以咧安安分分，所以我而家暫時咧都係一個人做直播住先嘅，咁變咗咧就有好多朋友就話啊，你幾時請邊個嘉賓啊，邊個嘉賓啊咁樣，咁所以咧我唔係唔想請，我好想請嘉賓嘅，我亦都好想揾佢哋上嚟嘅，不過暫時咧而家實在嗰個嘅數字咧係越嚟越高峰啦，已經過萬啦，咁。我一推咗推之下咧，真系冇办法，咁所以咧，大家将就住先，未有嘉宾，我哋等疫情好翻少少先，好冇？疫情好翻少少，我而家咧即系直头有佢哋有时咧约我出去食饭咧，我都冇去啊，因为我唔敢出去食嘢吓，咁所以咧变咗又唔系叫唔敢出去食嘢嘅，系唔敢咁多喺出边食嘢咯。啊，冇乜必要咧，即系你有时翻工啊 ，Hi Alex 你好，即系有时咧Barry 你好，有时咧
即係你翻工，你出去食嘢冇辦法。但係如果你放假成啊嗰啲，盡量其實我都唔想出街食飯，或者唔想話去揾什麼什麼朋友嚟屋企去犯罪嘅。咁所以咧就近排好少大家見到小米會有請一啲嘉賓上嚟嘅嚇。咁所以咧喺度都要同大家講聲先嚇。咁啊，大家我都知道大家好想有嘉賓呢樣嘢嘅啊。咁我即係好想聽邊個邊個唱歌，或者想聽邊個邊個唱歌咁樣樣嘅。咁啊，其實即係例如 Andy 啊呢啲，其實我都好想邀請嘅，但係冇辦法，因為而家實在太多疫情嘅關係，我唔想話感染到其他人，或者我哋因為佢要嚟我屋企。咁中間可能唔知道有啲咩風險，咁導致大家都要出事，咁我就唔想啦。咁啊，所以咧，大家就就咁樣咯。啊，第三、第四波疫情小米都有同嘉嘉直播，嗰時有幾多人啊？嗰時中獎幾多個人啊？你玩嘢啊？而家攞一萬人嚟同我講，你咪搞錯啊？真係激死我啦！唉。即係一樣嘢，即係我希望大家明白，我哋做好自己啊嘛，係咪？咁盡量即係都唔好同其他人去聯繫咯，嚇，盡量咯，嚇。咁我好想邀請佢哋嚟嘅，因為始終大家經常性都見到有嘉賓啊，經常性都會有好多嘢睇，因為你一有嘉賓，一定會有好多嘢睇嘅。咁但係咧，你冇辦法之下咧，都做唔到嘅。係嘛？咁或者可能有機會嘅，咁大家可能訂閱我快手咯，係咪？你訂閱我快手，咁我可能就揾一日試下開快手，跟住然之後就連麥落阿曾曾度，或者連麥落阿雪兒嗰度同大家傾下偈咯。嘗試下咁樣去做咯。如果你哋真係想做嘅話，咁但係如果你話唔係啊，我想你直頭嚟我屋企去做呢樣嘢嘅話咧，暫時我就唔會做呢樣嘢住啦。咁我希望即係大家都體諒一下。啊，即系系啦，就系咁样啦。I G 都可以系嘛？睇下佢哋会唔会用先。好啦，好咁啊，我哋呢个时候咧，我睇下我仲有冇咩呢一 part 我想唱嘅歌而系未唱嘅先，应该就呢一 part 我要唱嘅歌，应该就唱晒噶啦。好咁啊，嗰啲点唱歌咧，我都应该咧。唱得八八九九噶啦，好，而家系搭伴，我哋行咗二选一先啦，出个 start 先，好，大家嚟啦吓。好準喎、啊！開翻啲音樂俾你哋聽先。我見到那一天，我就諗起嗰日建明係咪有一首怨嘅？我就係揾到 acapella 版，但係咧 acapella 版咧係有人唱嘅。如果你唔介意咧，都可以唱俾你聽嘅。打翻光啲先，黑得滯啦。我未啊 ，Sam 豆。小馬，我已經俾咗支持你啦 ，PayPal， 我係時候要休息啦，加油，晚安，晚安啊 ，Patrick 哥 ，Thank you。嚟就係你害我一票嘛。我未啊，我都要約，我未約啊，不過。控制我自己，不会让谁看见我哭泣。
装作漠不关心你，不愿想起你，怪自己没勇气。心痛得无法呼吸，找不到你留下的痕迹，眼睁睁地看着你，却无能为力，任你消失在世界的尽头。找不到坚强的理由，再也感觉不到你的温柔，告诉我心空在哪头，哪里是否有尽头。心痛得无法呼吸，找不到昨天留下的痕迹，眼睁睁地看着你，却无能为力，任你消失在世界的尽头。找不到坚强的理由，再也感觉不到你的温柔，告诉我心空在哪头，哪里是否有尽头，就像流星许的心愿，让你知道我爱你。星语心愿啊，有我哋比卡超嘅一首即时点唱歌。我咧喺唱嘅啱啱开始唱嘅时候，我谂起啊，我头先明明谂住唱打火机嘅，点解会走咗去唱星语心愿咧？哎。敲晒佢头，敲爆咗个头。唉、哎，算啦，我哋一阵间再唱。